看到高雄凤山中山东路上整条路呢都是白漆，还造成车祸。警方到场处理时发现，原来是一部自小货车驾驶开车过程掉落了油漆，大约掉了三四桶，泼洒了地上都是。后方骑士经过之后打滑，一共有四名骑车骑士摔车，驾驶涉嫌疏忽，还好被波及的骑士都是轻伤。至于地上的白漆，也得要收拾善后。